等雨下大了准备洗头发了，几天没洗了。三三，你看谁给的？我去我的姚叔的房间了，你们才见见我的狗啊？他说要我们来吃饭的呢。我看好了，你看把你洗个头都在等雨下了呀，你们是岂不成安的。话能讲，倘若我们没官府拿手，那个要说那个姚爷呢，去给你买开心的了。那其他宠物方面啊，刚起了，我还没起，晚上跟我们一起吃。这可好干呐！那个晚去宫里要喝水喝。不是，我想喝有毒素的，然后呢，喝了热乎快。开心。随便开瓶他们的，你要去买开瓶干啥的？要说啊，我最近做一首诗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单手无框，洗耳恭听。听好了啊！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我要花枝江。谈都不谈，这个酒就挨都不能挨。浪哥，你要要出来的，来拿去拿去。不想喝吧？那不想你，你把你酒把我，这些看不到那就不想了。看看电视，你现在看到换个洗浴机，到几个台给金正美去了，就不能换个台吧？只有这一个台，好，给你换过来。看看三个人像哪样？你当不是跟我呢？姓乔的，我给你干一碗。行了，老公，我乔国今天和天下英雄喝此灌一酒，乃将往日情谊，再敬送共美大公，孟大公手下。哎，小姐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喝一杯，为了团圆，为了劫后重生，为了重新认识生命，还是看看洗浴间上面好吧。为了这个惠宾楼，更为了。闭了，不干了。要说，我觉得这是天意。强生哥，我们呢把这酒给喝，喝完之后呢把水给灌了。要换成哪个送我的？英雄是我见得空，但是没得才的。有花生米的，这里是种的，吃不了。你就喝。哦，我昨天叫鱼的，干萝卜也煮了，好不惯，快弄个鱼呢？有啊，这。没得了吧？十九一个，喝酒。钱萝卜算了，要说看不看得出来打开过的，看不出来，看不看得出来牛肉灌的水，看不出来。说实话，就我这个老婆，三千年只把男的吹过，这我从德华楼出来的，豆豆，同志们，哎呀，完美！亚三来了，爷爷，这里来还好，咱把这个酒带回去。亚哥，昨儿你的亲戚来给你送礼啊，你不在屋里，那就把酒搁我们这里，我正准备给你拿去的，你这来了太好。这不关我的事了，你要喝呢，叫的是我的酒吧，晓不晓得了？晓不晓得了？不晓得。我要酒了。